这个比那个舒服，导演，你这头盔比咱那舒服很多，能弄的是吧？这个上了呗，没事，上了。我先爬着看，不行咱再下。现在咱爬了多少了？一半吗？争取到顶。哎，挺累的，爬这玩意儿，这太窄了，我有点，我的肩膀挪不开了，我得侧着身才能过。 越来越窄了，真的，快了，还有几节。哦，耶！哇，这还好没有想象的那么高。等着吧。可以，很棒，挺好，每人都来一下。